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叫做 Dylan， Behind the camera 是叫 Kelvin。我们今天要带你来看一间很漂亮、很漂亮的屋子。这一间屋子呢，它是一间双层排屋角头间 （Double Story Terrace Corner）。它这个地点呢是在 Curtin Water， 就是在 圣拉丁 这一边的这个 Curtin Water 这个 Gated Community 里面呢、啊。我们先给你看看它的外面吧。这个车房呢，你可以看到啊，它全部是 fully tiled 了的，很漂亮的 tiles。它这边呢是可以摆两辆车，摆了两辆车。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它旁边还有一点位置的，等下我再 show 给你们看。我们现在先看它的后院吧，就是从这里跑过去。你看这个 show house design 到这么漂亮哎。很美哦，你看它这个大大片的石头走过来后面，它这个 corner 的、地也是蛮大的啦，你可以看到。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它大概多少大，现在我们先进去里面，因为很热哎。你看它这里，他们也是有 design 到很漂亮了，还可以放一个 picnic 的桌子，也不算 picnic 啦，就是。如果是白天或者傍晚的话，你们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小孩子可以在这边 playground 玩这样啦。我们现在讲完外面了，我们就进去吧。你看这个大门很漂亮。来 ，Mr. Kelvin 先进去。Hello，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如果你不记得我是谁的话，我是 Dylan 的 Andy 啦。我叫做 Andy Anastasia。如果你不会念我的名字，不用急，你可以叫我 Anna S。Anna S， 就像那个吴彦祖的老婆叫做 Lisa S 这样，我叫做 Anna S。好了，我介绍你一下哈，这间是那个 Ilago 的屋子，然后他这一间 show house 已经给我买掉了啦，所以你们要买到这一间也是买不到了，你只能买他的那种空的 unit 了哈。OK 啦，这样我先介绍你我的客厅啊，来，我的客厅在这里，不用我多讲了啦，这么漂亮。design 到这么美了，你们眼睛看就可以了，是不是很漂亮？好啦，这边放一个 L shape 的 sofa 给我看电视，给我看我的 K-pop，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很大的电视 ，OK， 我很大的电视在这边，然后我的 TV cabinet 也是不是做到很美，这么漂亮哎、欸，好了啦，这样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我的 dining area， 这是我的 dining area。它这么漂亮，整间屋子都是我找人家 design 的啦。这么漂亮，它也是为了要衬托出我这个女主人的美丽啦。哎 ，Kelvin， 你笑什么？OK， 你看这个桌子啊，这些灯啊，这些 ceiling 割下来是不是很美 ？OK， 要有一个美丽的厨房，美丽的屋子，家人才会住得开心啦。我现在给你看完了我的 dining area， 我给你看我在这边一直照什么东西，我就是因为。要每天要看到我自己煮菜漂亮的样子，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镜子在这边，这边全部都是 cabinet 来的哎，都可以放我的东西哦。OK， 好啦，这样我现在就要带你看我的 kitchen， 来跟我过来。厨房这里它是有一个 kitchen island 哦，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很喜欢 kitchen island 不是？你看，哇哇。给你看我煮饭的地方，我煮就是在这边煮咯，两个炉，一个抽油烟机，然后把那些烟全部抽出去，这样 ，OK， 来 countertop 啊，洗碗盆啊，你看我这个 wooden blind 啊，都很漂亮的。然后我要给你看一下我很特别的地方，来，过来 ，Kelvin，
你看我的 drawer 啊、哦，全部都是没有 handle 的，因为会勾到勾破我的 dress， 所以我是用那种 push 的啦。你看，哇，这么高级耶 ，push 就可以了。好啦，给你看一下后面，这个就是oven 啊，然后我的冰箱。然后我就想知道了，刚才 Kelvin 一进来就要问我他可不可以用我的厕所。通常来讲呢，我是没有跟人家讲我的家里 ground floor 有厕所的，所以我不要他们弄肮脏我的厕所。我现在跟你讲一下哈，我的厕所在哪里。你没有看到这些很漂亮的木？OK 啦，其实你看啦、啊，你看啦、啊、这么漂亮，你以为只是摆美罢了，其实呢，我给你看哦，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楼梯底下的 store room，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 ground floor 的厕所啦。是不是很漂亮？design 到这么美耶，你根本都不会想要出去了，你是想要在厕所罢了。OK， 现在我给你去看我楼下的 office。所以刚才呢，就是 sofa 的旁边这边进来，就是我的 office 啦。哎，你进来，你进来，我要给你看我的厕所先。我不是讲我不要给人家知道，我这个门普通时间是锁起来的咯，我的门锁起来，然后我是讲哦，我们这边没有厕所了，我不要给人家用。你看啊，我这个就像一个，其实就是像一个cabinet 啊，就像一个 wardrobe 这样，然后你看它可以这样拉起来，然后这边才是一个厕所 ，OK， 厕所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每天做工的地方。这里就是我做工的地方，你看我摆美我的 handbag 这样以后哦，然后你看这里，这边上面呢，这里全部都是 storage 这样开啊，哦是这样拉的，哦来你看这些都是 drawer 哦，哦 OK， 好，这里呢就是跟我的吉姆，我们在这边打麻将了啦，打麻将的。OK 啦，这样就够了。我现在就要带你去看我楼上了哈。你打麻将？我 office 做工的时候嘛，打麻将又不是每天，或者不是每天做工，是每天打麻将。好，这样我要给你看一下我的 first floor 了哈。你没有看到这个窗口？这里这个窗口我特地不要用窗帘遮起来，因为太美了，这边的你这样看过去，或者人家看进来看到我这个女主人这么的漂亮。好了，我现在带你去看楼上。好，来，我这边楼上呢有三个房间，我整间屋子、哦、是有四个房间四个厕所的，是不是很多？然后你看这个第一个房间，你楼梯上来的这一间就是我女儿的房间，如果你忘记我的女儿的话，你可以去看回我们之前的 video 啦，她都有出现在我们之前的 video。 这个房间你看很大，可以放一个 queen 床、哦、我的头发，可以放一个 queen 床，然后一个 cabinet， 然后也是一个 study table make up table 都已经有了啦。 OK 啦，这样我现在就看第二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我收发现在是哪一座客房啦，就没有人住了。OK，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很大，也是可以放一个 queen 床，已经有自己的 wardrobe， 然后这边都可以坐在这边。如果文青少女的话，就可以坐在这边看书咯，这样假死这样啦。OK 啦，现在就给你看一下我楼上这边的这个厕所，厕所在这里。OK。好了啦，厕所就看完了，现在就要给你看这个 master bedroom。
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我每天会 breakfast in bed 这样，然后我早上醒来，我的 alarm 响，我就醒来了，然后我就要在这边 make up。我 make up 啊，我吹我的头发啊，吹好头发嘞，然后我就会去我的这一个厕所这边，我这边 master bedroom 当然也是会有自己的厕所啦，我的厕所就在这里。其实哈，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balcony 的 balcony 啊，你看啊，我的 balcony 在这边，冷气啊是放在外面的啦，所以现在这么热，我也不用带你们去看了啦，那给你看一下，它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门。那我通常都是把它关起来，那我就在这边看我的报纸，看我的 iPad。哦，好了啦，这样我整间屋子应该都已经 show 你们了啦哈，是不是很漂亮？我的 designer 是不是很美？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 designer 是谁的话，你可以在 comment 那边写一下，我等一下叫 Dylan 他们 reply 你。OK， 还有什么要讲啊 ？Dylan 啊 ，Dylan 还在外面哦。Kelvin， 什么要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是 ending 了咯。哦 ，ending 啊 ，ending 啊。哦，他们通常你们不是要跟人家讲卖多少钱吗？哦，我先跟你讲啊，这间是 double story corner 来的 ，double story terrace corner。然后我买掉那个 show house， show house 已经没有了啊。你们不要再问，不要在 comment 那边问 show house 多少钱啊。你们要买只有买空的哎。我现在跟你讲一下多少钱啊。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些屋子的 details 啊，好，这个是 Dylan 已经 prepare 了给我的一个 document 啦，我看一下哈。OK， 他这一间修好这一间屋子，我现在给你看到我这一间屋子啦哈，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project 叫做 Ilago， 它叫做 double story terrace corner， 然后是四个房间四个厕所的那一种。这个呢，我这一间是好了啦。其他人买的那些呢，要到2022年的12月才会做好 ，estimated 啦哦。它我这一间地啊，它有 7.6 point build up 呢，有1949 square feet 哦。如果你们买这一间空的话，跟我一模一样的啦，不过没有我的 design 的话是657千 ，657。还有什么啊？我看一下啊。哦，如果你们要 loan 的话啊。loan 的话大概这一个四个房四个厕所的来讲呢，每一个月啊从2500起 2500 啦，那个 loan 每一个月咯。他现在啊那个发展商我帮你们瞧了啦，其实他有 free alarm voucher 给你，还有 free loan legal fee， 这些是你们要看我的 video 才有的，看 Dylan 的 video 才有啊。其实没有啦，他全部都有给了。OK 啦，这样应该就是这些东西了啦，你们要知道的。如果你们还有更多想要知道的，你就要 PM 一下那个 Dylan 啦哈。OK 啦，这样我就顺便帮买他做 ending 啦。如果你们今天喜欢我这一间屋子的话 ，Ilago 的 show house 的话，你们记得要帮我按 like 一下，然后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给你们朋友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 subscribe to 我们这一个 channel 啦，就是 Dylan 我跟 Kelvin 的 channel。 好啦，这样我们就下一次 video 再见啦，拜拜。